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秦霄贤？录制节目时，蒋梦婕穿着裙子不方便站起来，秦霄贤是这样做的。阿姨呀，我不能坐下呀，腿疼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行了。稍微一点，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直播活动时看到大鹏来了，立马让座。看错了他的安排，错了他的安排，不是刚才那个，我不做。秦霄贤一直将长幼有序的规矩放心上的。活动结束后，被小女孩喊，他温柔回应。哎，这声回应多甜呐！师傅每次做评价提点时，他都先鞠躬。这个小细节表示尊师重道，拍摄结束了还不忘向工作人员鞠躬感谢。就连在颁奖现场上看到后面的嘉宾鞠躬，他也回礼。这般细节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装出来的。王哥，嘿，爱你哦。Oh no！